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人行的，我是宅Sir Carry。今次为大家开箱的就是德伟的 DC7492 另一把台锯的。这把台锯做工用料很扎实，这个靠山真的不得了，两边夹到44，完全没有虚位的。这里是两段的，看住了，可以再吞下来。啱啱咧，件料咧就可以摆喺上面啦，咁就唔会跌落去啦。完全平晒噶。好，跟住呢度咧就教大家点样收翻好个靠山嘅。啊，呢个 Fox 碟咧就是德国嘅，非常之靓啊，120尺，极度建议大家如果要切铝嘅话，可以装落去啦。好，方法记住右手向自己拉就松开啊，右手向自己拉，跟住将碟摆落去，啲齿咧向自己啊吓，跟住收紧咧，右手向前推，装分文啦，可以调高个分文，好顺，非常非常顺。切割深度是90mm 的，大概跟住佢个安全掣嘅喎。跟住落嚟呢部咧吸尘机啦，细细部但系好大风力噶，亦都好容易杂尘啦，同埋除尘啦、倒尘袋啦。安装方法好简单啦，而呢一个咧就系同步嘅拖板啦。都系啦，插咗落去。当我揿着主机嘅时候，好啦，我哋连续开咗两张台锯啦。咁 Paco 你觉得点样？系呢一张咧，我就觉得个质感上比较好。的而且確，呢個成個整體上嚟講，啲用料啊，連啲小配件嘅質量嘅感覺咧，都係好嘅。咁但係價錢上咧，亦都有個相差距離嘅。咁所以覺得都係風劍遊刃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試下呢兩部台鋸嘅話咧，就歡迎嚟到我哋大行旗艦店啦。